比赛都在玩的角色 S 牌慈善家傻瓜式教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太。这一期的话，主要是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比赛中经常遇到的这个慈善家啊。那么慈善这个角色的话，其实的话也是有可圈可点的。那么开局的话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屠夫的话是红蝶，那么我们红蝶是不怕他的啊。就是我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他可能反绕我，那么咱们先盖板子，然后弹板，这个板子的话盖完之后就可以反绕了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我已经细节看到了，红蝶想反绕，那么我们就再反绕他啊。然后的话，这个位置就是慈善家，我们的话就是如果说空地倒车，那么一定要依靠的这个交互点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他发现我了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就是先拉点啊，先拉开距离啊，拉点是永远是不会出问题的。拉到大空地之后，然后咱们的话再照他，他这边的话飞下来，那没关系，直接回头照啊，这一定要倒车啊。然后的话，他是属于一个基本功要强一点的，倒车入库要比较好，那么这句话咱们直接翻窗，因为这边有翻窗加速，然后我们再迂回回去啊，然后这边的话再往这边走，这个位置的话他过来的话他是很难受，继续肯定会被我们照的，然后这边想照他但没照着，那么没有办法。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慈善家这个 OB 功能啊，辅助功能怎么去打。那么我们的话就是这把的话6v6的勉勉强强够啊，但是这边的话感觉不太够，那么咱们的话先造，然后这两期这个都是一个这个蜡像师，那么蜡师的话先封他技能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前面放了个手电筒嘛，对吧，然后让队友这个拉直线走，这边一定要拉直线走，我们就等于是一个在架枪架在这儿，让他无法这个再跑，然后我们的话先边架边往后撤，然后一定要去干扰他，然后想估摸一下他大概是要往哪个方向跑，然后我们尽可能去封技能，就尽可能让他的走位去变形啊，多扭一扭，然后这边一个蓄力刀在人皇布扭一下扭空了，然后去照他，然后他这波的话有可能只是想上头了，你知道，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继续照啊，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就看你的基本功啊，看一个反应，然后大空地非常容易被这个挡住，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以退为进啊，先封他技能，记住一定要以退为进，你多照他几下他就会急，他一旦急了他就会失误，看到没有，这边的话就开始发现没有，就你要根据他的一个这个走位啊估摸一下，调整一下自己一个照的一个方向，然后这话咱们一直照他，一直封技能，照下之后咱们这盖板，然后这边没电了，没电的话呢没办法，这边的话想翻这个板子，但是这边的话被封住了，那么我们的话就选择一个安静地方死亡，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六鬼的就是让屠夫换追一个，你看看那个这个节奏的话是非常非常好。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啊，这边的话调酒师又死了，那么老规矩啊，同样是一个蜡像师，同样是调酒师，那么咱们的话就继续这波的话反过来啊，大防跑小防，然后这一波的话是小防跑大防，然后我们的话先封他技能，我这边的话蜡像师为什么不进板，这波是属于他自己一个六维问题啊，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，因为他就是跑点问题，然后咱们照他就先封他技能，不帮挡的无法喷蜡，然后的话我们一直在中间当障碍物挡住他继续照完之后，然后这边准备放一个固定手电筒，又估摸一下，就是我们尽可能去提前就是让他有一点进度条，然后这边再逼迫一下他，然后继续照他一直照，这边的话打尾刀哦，没关系的话我们放手电筒，然后再照他一下，这边手电筒放慢了，不然的话我们还能晕一下，这样的话就能够成功帮助他转点去大防啊。然后我们的话来看这边的话又把我电机给压住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十三家又来了啊，我们又来给你增加点压力了，然后这边不着急啊，蜡像师其实不好就怎么办啊，有二阶不好就怎么办，那就封他的技能，让他无法喷蜡，然后打了一刀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封他技能，然后让这队友过来，好，进板也行啊，这先下板之后干嘛，蜡像师他蜡像师这样想踩板，那么没关系，我们就封他啊，这边一照啊，直接照他，照晕他之后，然后咱们前面说过估摸他一个距离了，再继续封他技能，然后的话反正就是说干扰他啊，让他无法过去，让他无法快速过去，然后我们往后撤，因为这台的话是一台一产机，然后我们的话也不能死在这儿啊，就是也不要给他机会，然后再继续照他一下，然后这边的话稍微给他一点压力啊，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电机就够了。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慈善家啊，基本功要好，然后打一个辅助 OB 位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啊，特别是这种依靠这个技能啊蜡像师，然后这边的话调酒师的点位肯定是跑得非常非常开，然后我们的话安静的修车台，所以这把电机就可以轻松的开了。好，那么这一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啊，希望视频的话可以帮我点点赞啊，谢谢你们。